好，我是李青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Peabody 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授，巴尔的摩交响乐团的二提首席。我很高兴呢，通过 eConnect123 这个平台呢，能跟大家交流很多做音乐的一些内容，比如说怎样成为一个成熟的演奏家，从打好一个扎实的童子功，到对待音乐的这个环境和文化背景的重视，对音乐宗旨的态度，最基本的为什么我们要做音乐等等。古典音乐艺术呢，不仅是高雅的，甚至有高冷的因素，也可以轻松愉快的聆听，它的这个伸缩性是很大的。Music 对我们的情绪、大脑、身体都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，还有这个演奏家与作品背后的作曲家之间的共鸣，演奏家和观众之间的这个共鸣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，所以咱们就不见不散了，好吧？Thank you very much， 谢谢。